好，我们又来到了上汽名爵的展台。在今年成都车展，他们是带来了全新的这个剪刀门的双座跑车啊，非常的帅气。眼前的这一款双座跑车就叫 Cyberster，哎，非常的炸裂的一个外观设计了。这个车呢，其实如果你要看图片的话，不是特别的好看，但是你要是看到实车的话，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一款实车的话，你会为它的整个设计感到惊艳啊。这款车呢，目前在欧洲卖的售价相当于5.5万英镑，大家自己算一下汇率都是多少钱啊？5.5万英镑。但是这款车在国内卖多少钱呢？35万元起预售价啊，35万元起。看一下这个内饰啊，这个内饰特别具有设计感，而且这款车呢，电门啊，它通过这来可以关啊，剪刀门，哎，都是电的啊，非常的优雅。而且这款车是目前全球唯一的一个双座剪刀门敞篷、软顶敞篷，那么纯电跑车啊，所以呢还是非常的与众不同。那车尾可以通过这个反光的，可以看到它这个车尾也是非常具有设计感的。它这个车尾是还原了原先概念车的这个车尾设计，包括它的这个灯啊，都是箭头，是不是特别有设计感？下方的空气扩散非常的大，软顶敞篷折叠了。这车看了吗？布雷伯的卡钳，四活塞的，这个前刹车盘也非常大，245/40/220/20英寸的轮子。Cyberster 呢，它是有三套动力可选的，然后是单电机后驱版本，是有两种调教，最大功率呢分别为231千瓦和250千瓦。那双电机的版本呢，是前后的电机呢，最大功率呢，前置电机是150千瓦，后置电机呢是250千瓦。那么这款车呢是搭载有两套电池组的，分别容量是64千瓦时和77千瓦时，对应的续航呢是501公里、520公里和580公里。好，我们静态体验完了这款车。设计的真是有看点，虽然照片上看上去不是特别的让人有这种吸引力啊，但是如果你像我这样还近距离的感受了一下，看到实车你就不会这么感觉了。尤其是那一台主台啊 ，C 位的那两台，一个是红色，还有一台黄色，亮黄色，真的是啊，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炸裂。